现如今许多人都喜欢到健身房健身，年轻人对锻炼出强健的肌肉很是着迷，都会去健身房锻炼。这个21岁的外国小伙觉得锻炼肌肉太慢了，就在他的手臂里注入油脂，在短短的时间内使手臂像充气的气球一样变得比自己的头还大。他对自己强壮的手臂非常着迷，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很有吸引力，并为拥有这样一双手臂而感到非常自豪。但快速成型的粗臂根本没有给他力量，只会让手臂看起来粗壮了而已。结果在他锻炼时一不小心因为用力过猛，抬头一看手臂爆掉了。手臂爆裂后，男子非常难过，因为手臂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随着手臂的变化，这个年轻人也变得没有自信心了。尽管拥有强壮的肌肉很迷人，大家都喜欢，可也要循序渐进，不要太操之过急，如果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就得不偿失了。人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生活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得意时不要炫耀，失意时不要气馁，给别人一点真诚，给自己一份信心。做人重要的是学会宽容，不要刻意的笑话别人，或许今天你是欢乐的，明天会是失落的。人生多变，包容不变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